好啦，咁就嚟到呢一个 area 啦，影影俾大家睇啦。哎呀，真系好特别啊！一个好旧嘅旧式嘅建筑村庄。咁啊，天宫暂时做唔到尾住，都仲系落雨啊！落雨系一个正常。如果天氣好，是一個 bonus 嚟啊！唔係似一個屋仔咩？細細間細細間，好似蝦俾人落。係咯，啲門又細細，啲窗又細細。到時要 label 翻呢度叫咩名啊？城啊，因為大家都好似帶緊少少旅行團咁啊。咁啊，上到去再影一影。